是他的脚是困在那里，吓死人的啦。我足奇怪，你遐脚床安尼袂行，在哪里？你树仔顶遐乌黑，因为这样反光看不清。你可以去从侧边看，再侧边一点。想象他在上面那边吃吃树叶，吃挂衣服，要在那里打黑板。来，球来。你可以跟妈妈去侧面再看。小姐，脚床无啥物好翕的。脚床哪里翕？哦，我不知道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妈妈在叼着小孩。那你带他先进去没关系啊。我不进去了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好厉害。我躺在那里。你看他在那里，汪汪宝宝在那里，趴在树上了。哦。这只是比他爸爸厉害，爸爸只是坐在那吃而已。他爸爸年纪大了啦。不是吗？属于那样，年纪大了。他妈妈在休息，今天妈妈不上班。已经没有果果啦，还能吃完，那我就在等他下来。他没有写，他好像后面还有一串。对啊，跟下来，他自己得的。可是那一串没有果果。他真的有够爱吃，真的。等一下继续吃点心。要无缝接轨吃中餐，然后整天都不用睡觉。昨天睡中午，好可爱哦，他屁股真的，应该吃很饱了吧？你们看，七分饱，我过来了，睡觉吧，我们这里，你们这边怎么了？吃竹叶，要不要拍照？要不要拍照？宝贝，你继续吃，屁股好可爱哦。
照他屁股干嘛？等一下再拍，等他转过来再拍。他是肚子冷。侧面，侧面，不记得，不记得。啊，算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你来这看熊猫大作战，因为大部分每次来看熊猫大作战，他睡觉，他在走路了。这次跟大家去睡了。啊，他要爬树咯，你不是想看他爬？有点重，哪里有点重？好了，走了。他进去了。进去了。他进去了，直接去三楼了。这里是三楼。然后他三楼。下来。下来。爬上去了。爬上去了。不要爬上去了。他这里不能。有没有看到？那边。他到这里。有没有在上面？那里有没有？他上去睡觉了。他是一边不是站站的吗？啊，那不是都是一睡的。来这里，来。去找水珠了，去找水珠参加奖。